笑什么？我从笑什么？笑什么？塞在里面。你们把我抓来这里这么我是阿雅、啊、你做错了什么事哦？到底你跟阿雅是什么关系？很有关系咯，比情侣好一点点哦，比情侣好一点点哦、很过分了咯，这样所以我要快点找女朋友啊。现在你跟阿雅其实在一起多久了？我们不是 gay 嘞喂，我18他17啊，到现在哦，我32他31，现在比你的女朋友认识更久、这肯定，因为我女朋友一直换嘛。23年这样。那你觉得他人怎样？很奇怪哦，搞笑哦，有空没有空就欺负我一下哦。最喜欢阿雅什么？坦诚直率。最喜欢这个朋友就是也是很 steady。嗯。你对他好的时候，他会对你更加好。有什么事情，他一定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帮你解决问题。他没有什么优点了啦，我跟你讲，缺点就很多啊。可是你有跟他坦诚相对过的吗？我们有什么就讲什么了。我是讲没有穿衣那种、啊。有啦。你没有看我那个 vlog 吗？全身裸的玩啊，他还给我拍上去啊！他跑进来，然后我刚刚好，那个时候我背后又痒，我在那边这样子磨磨他背后，他给他拍到完。那你最讨厌抖妹抖的是什么？让我想一下，他可以好像衣服啊没有换啊，然后肮脏脏这样子啊，他就是肮脏脏这样啊。他跟我抢女人啊，每一次啊跟他在一起啊，那些女的是看他不是看我的。不过还好啊，现在有老婆了啊。就是他可以不冲凉的意思。嗯，可以可以，他可以多少天不冲凉？他去走去那个怡保啊，整个礼拜都没有冲凉啊。哪里有这样的人呢、你讲，哇老哪里有这样的人，怎样可以这样？那些女的都是比较喜欢他，因为他比较帅比较白嘛。朋友之间你一定有发现过他最美种的时候。你懂我那个脚车啊，啊骑了几天滑板滑到这样远啊，我都有揪他的、他最没有种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啊，跟我讲不要我做不到。我们去那个拔毒的那个鬼屋的时候，他好像是真的 feel 到有东西啊，在他后面他一直跟我 讲真的，我一直听到有声音，每一次都没有讲这样的东西，那一次啊讲哦。他做过对你做过什么最 steady 的事情？当我要回来JB 的时候，你要离开那间公司的时候，现在我们合作的东西都是他帮我安排，就是因为我担心我自己胜任不来很多关于 business 的东西。我的老豆去世的时候咯，一句话都没有讲，就直接车驾下来我家，然后我前一晚守夜嘛，等了我7-8个小时哎。这个朋友是 Stanley 的。接下来有什么话要对阿雅说？哎，谁啊你？年纪不小了哈，快点帮我找多一点生意哈，赚多一点钱哈，我要买物资哈，快点帮我找多一点女人呐、随随便便撒一个过来我都可以捞一下嘛，不要每次在我的频道那边骂，我很难避掉的那个，很难避的哈，我避到很辛苦了。好好做 YouTube 啊，别一直乱讲话，乱了讲话过后啊，还要我来帮你照首尾啊哈。不是你乱讲话比较多那种。我乱讲话是我在讲我自己的东西，他乱讲话是讲别人的东西。哦，成功搞定，耶！放过错了，来接，这是你啊，这是你啊。OK OK， 成功成功，耶！再跟我们阿雅，你们私底下真的没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没有啊，我们都没有玩 one night stand 啊。空窗多久了？我空窗，哎呦，3年半有了哦。哎呀，想找女人啊，他都没有女朋友，为什么不要找？每个都以为我很花心，这样我有变咩？他们以为嘛？样子深到都没有变。是有没有变哦？你没有想过他会不会真的喜欢你的吗？不可能啊！